佢真係我哋有而家有兩位人，兩位候選人，佢真如果真係萬一一位可能九龍區嘅選民可以去選今次議題，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希望保障到今次東台城市原因。唔講到你剛才話地區直選問題，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嘅立法會選舉咧，咁啊據我哋據我認知我都講少少啦。其實如果真今次唔係我哋唔認同今次係普通地區直選嚟嘅，但如果假設真係普通地區直選，我相信立法會議員係應該認識全香港事務，唔係應該單靠一個某一區嘅事務嘅。咁當然啦，可能政策略上啦，同埋個機制上啦，咁可能拉票都要講多啲佢啲地區上問題。不過我相信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係受到全香港人市民嘅直選洗禮，佢應該係為咗香港所有人嘅政策着想，係有啲咩問題提出嚟，去令到啲政策真正幫助到香港，令到香港係成為你香港理想嘅場所。所以又話某區嗰啲議題，其實我點解我揀香港代表，其實我都自己都係屬於我有雖然住新界東啊，但我都係同其實我又即係我一開頭轉一住香港嘅，其實我都讀書都係去香港，咁我可以熟悉更多地方，令到今次拉票即係叫多人出嚟投票咧更加方便。咁我係諗呢樣嘢啫，好簡單，係咯，最簡單的。希望真係今次真係建議係冇對決全份成分出現，好明顯可能個選舉氣氛都未必做最好。但係所有都希望大家都盡全力去真係要拉票。如果真係有越多人投票，每一票都係有量化到今次公投成功嘅機會係。我一直都講緊，可能比500,000人上街更加直接表達香港人意願，所以呼籲各位好真誠，呼籲各位真係要出嚟投票。多謝大家。咁啊，頭先董博士咧就講啦，其實我哋無論係社民連啦，定係公民黨啦，咁我哋都有個好清晰嘅立場咧，就住今次嘅參選。咁可能各位咧都已經應該收到咧，我哋五個人嘅一啲即係資料嘅啦，即係每一個選區，咁就係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咁啊，盡快實現真普選嗰度咧，就無論我哋邊一位咧，我哋都係咧希望盡快可以有，咁梗係2012啦。如果唔係嘅話咧，2017、2020，咁一個咧，我相信咧，無論係我哋邊一個黨派，只要咧今次係有份辭職嘅，亦都有參選嗰啲咧，都已經列咗出嚟㗎啦。咁嗰度我諗，你話跟住講到話溝通咯喎，咁啊老老實實啦，咁啊溝通咧就不嬲都有嘅。咁你話會唔會特別同普選聯溝通得好啲咧？咁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冇嘢嘅，大家目標一致嘅啫，不過路徑唔同，咁啊大家咪繼續溝通咯。不過講真嗰句，到底我哋最想咧都係希望咧大家講人表達意見，溝通咧講實力，溝通咧最緊要咧都係講自己溝通，少啲唔快，冇事冇事。你知我講咩？咁啊溝通啫，都係講緊可能食咗藥。溝通咧最緊要都係講實力，所以到底咧點解我哋今次要辭職？搞一個補選成為現上公投，我哋真係希望大家出嚟表達意見。我哋大家見到，你話要溝通，人哋同你溝乜嘢？人哋同你通啲乜？大家見到，我哋有冇把握？我哋有咩把炮？我哋有啲乜嘢同人哋談判嘅籌碼？可以同人哋叫人哋同我溝通啫？唔睬你咪唔睬你咯。而家就係你哋出嚟投票，就係最好最好最有力嘅籌碼，可以令到真係。起碼呢個溝通不是大蝦細的溝通，起碼都 level 一點，起碼都同級數一點。即是你們專門製造了一個一路砌一路傾啊，我們沒有把炮啊。正如你又說你一定要出來我們還沒有傾我們現在大家一起我們大家一起在有傾緊籌碼誰個爭到底比較香港市民，大家如果肯爭氣516大家出來籌票，我哋全部籌碼就喺自己手，我哋真係可以有冇得嘢傾，傾唔傾得成，定係一路玩你玩十年，玩你八年，嗰啲就係講你籌碼。所以到底都係要講自己爭氣出嚟投一票，唔係得23票，又好似澳門咁樣叫你立法，你諗下陳文敏都過唔到澳門啊！你諗下，如果真係我哋今次唔出嚟投票，23條好快就翻嚟，嗰陣時咩乜嘢情況都可以出現，你諗陳文敏都過唔到澳門。我講完學術嘅就得，我去旅行嘅就唔得，點算啊？如果香港試澳門玩完，仲有10秒，留翻俾第二個。好，咁由於頭先我哋嘅補時咧，梁永浩其實仲有剩低3分鐘，我哋一陣可以再補翻俾你。咁陳淑莊得翻1分鐘左右咧，咁啊，你仲1分，你一陣可以再答其他問題嘅時候補翻嘅。但我其實想答翻頭先同學關於教育產業嗰樣。都可以，都可以。係啦，唔好意思啊，頭先
嗰個時間唔夠，冇達到教育產業都係同社會公義有關。教育產業咧，我記得我早幾日咧，好早個零星期睇到信報有一份文章講香港搞教育產業，咁亦都咧係攞新加坡嘅例子嚟做比較。不過香港咧搞咩產業咧都得意嘅，六大地產業咧啊，對唔住係六大產業都變成六大地產業，大家聽到啦。點解乜嘢都係港地？教育又係港地，嗰塊地仲要咧啱啱批出嚟黃竹坑嗰塊咧，仲要大過咧，即係同大學嗰啲宿舍咁上下大細。你叫人哋搞教育產業，你想佢真係成為你嘅產業 asset， 唔係就咁泵落嚟就得，插支旗就得㗎啦。教育係需要時間慢慢培養，你可能好想快啲搞掂嗰啲副學士嗰個炸彈，你想搞私立大學，但係你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例子，有啲嘢唔急得。你要搞產業，你第一樣嘢你就係淨係話穩定，你都唔諗人才，你都唔諗培訓，你淨係喺度講地。我哋嘅政府嘅短視程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見得。好，第四號候選人，依家輪到我個朋友四號啊，黃興先生。多謝支持啊！多謝支持啊！頭先嗰個阿龔博士關個問題就話不公平嘅地方要出現。首先，因為呢幾晚我晚呢成個月我都差多兩三點先瞓，所以我精神好差。我依家到依家知道原來獨立候選人真係好辛苦。我唔知點解耶穌嘅 call 咗我出街搞嘅嘢，不過覺得好鬼淡生活㗎嘛。有啲人問我：喂，你個土摩西啊，你係做咗哥嚟㗎，打巨人啊！我對住個後面成個公民黨財雄勢大，我只一個咁小嘅個體。講頭先個問題。不公平的地方出現，我昨天看到電視新聞，我看到特首，我看見他的火棍，我知道垃圾特首竟然自己政府搞到補選，他都說不知道他不會投票，因為不是垃圾特首啊，就跟著帶來成筆垃圾局長。你政府來的，你政府一口啊，竟然連這個東西去不去投票你都不敢講。還有我昨天我前日俾咗四封信俾建制派團體，包括民建聯、中聯辦，另外一個係工聯會，另外一個因為我本身我係導遊，亦都係領隊，我俾咗佢哋一封信講俾佢聽，分析個事實俾佢聽。點解啊？亦都我係曾經喺中大嗰個辯論會講過，曾經有一個問題就關於駐軍嘅問題，當時我唔知邊個。總理定係副總理講過，香港人俾駐軍嘅，因為點解佢會迎合香港人嘅心態？但係鄧小平出聲話佢胡說八道，點解啊？香港你要駐軍，所以我就喺度講俾你聽，我亦都係話唔公平嘅地方，我一定要照講。我唔係針對某一個黨，因為我對每一個人所講嘅説話，我都希望過住一個大家和諧嘅生活，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工做，個個開心心。點解？我今次嚟參選，唔單止係帶俾市民。物質上佢係補充，亦都希望我喺個心靈上幫到佢哋。點解心靈上有好多心理醫生，佢就讀過好多書，佢哋幫唔到人。點解啊？因為佢明跌倒過，但我咁樣聽，我1992年10月12日已經死咗㗎啦。嗰個真嘅我已經死咗，但係主耶穌擺我出嚟塑造我。唔該曬。係先快下架，靜少少快下。如果有人出聲嘅，我就唔講嘢㗎啦。繼續。主耶穌用咗20年時間將個數做到今日擺出嚟，我完全一白紙，點解今日能夠咁硬正企出嚟俾人插，亦都俾人去懟？我就只話我今日希望講啲公義嘅心，我就係正腳就係以聖經為依據，聖經咁厚，你想我講兩三句説話講曬所有俾你聽咩？唔該，唔好意思，好咁我諗一陣呢啲神學嘅嘢。